大家好，我是Lynn，我是上海的瑜伽教练。今天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元素瑜伽，它是比较基础的练习。在元素瑜伽当中，我们需要加入五种元素：风、火、土、水、大地。比方说，你的身体的骨骼就是大地，你的动作的呼吸就是风，还要特别加上水的元素，在流动的时候要有水的柔和感，所以整个体式和你的身心在一种平衡的状态。我们现在来开始练习元素瑜伽。首先找到一个自己非常舒适的坐姿，如果你觉得盘腿坐不是很舒服，可以拿上瑜伽砖垫在臀部下面，然后将你的臀部坐骨向后放，骨盆稍稍的前倾，整个上身往上立。双手首先先放在你的膝盖上，将颈部的后侧向上提拉，在下一个吸气时手臂往上，指尖相触，呼气，手臂往下，吸气，手臂往上，抬起头，眼睛看手指的方向，呼气，手臂往下，反复做三次，吸气，手臂往上，拉长你的吸，呼的时候放松肩膀，手臂下沉，吸气往上，带起风的元素，呼吸加强，呼气向下。好，第三次，吸气，手臂向上时，将你的脊椎骨和侧身全部拉展往上多一点，呼气，上半身向右旋转，你的左手放在膝盖上，右手后面着地，提拉脊椎往上多一点，稍稍的拧转，保持深呼吸。下一个吸气，手臂再起，拉长脊椎和侧身，呼气向另一侧，右手膝盖，左手后方，脊椎继续向上提拉，下巴抬起来，拧转。下一个吸气时回头，呼气松，右手放在右侧的地上，左手臂举起靠向耳朵，翻转你的掌心朝后，在你翻转的时候确保肩膀可以往下沉，靠拢耳朵，拉长手指，慢慢的向右弯曲，将左侧的坐骨向下沉入到砖上，右边的肩膀向后撤，吸气，手推伸起来，左手落地，右手臂举，掌心往后翻，帮助把肩膀向下送，靠耳，弯曲你的左手臂，向下弯曲，将你的右侧臀部向下沉，左边肩膀往后撤。吸气收回，慢慢的松，臀部下的砖挪掉。我们进入到站姿，站起来以后，将你的双脚打开和胯同宽，确保脚尖朝准正前方。很重要的，将大腿的肌肉向上提拉，你两块大腿的肌肉向后旋转，而不是向外。大腿的肌肉向后旋转，十个脚趾打开以后，稳稳地向下压。吸气，手臂往上，拉长上身多一点。呼气，向下弯曲，可以弯曲膝盖，抱住脚踝。再吸气，把背拉长。如果你在这里觉得后侧的韧带非常紧，将你的膝盖再弯曲多一点。呼气时，慢慢的折叠向下。两个手肘靠拢自己的小腿，肩膀提向天空的方向，整个头顶往下伸，脖子放松。停留在这里三个呼吸，大腿的内侧有意识的向后旋转，把你的坐骨向上提拉，确保大脚趾稳稳的往下压。在下一个吸气时，慢慢抬起头，呼气，双手回到腰上，收紧腹部，脚掌用力，吸气，伸起来。站到垫子的前端，
脚尖的内侧并拢，十个脚趾还是要打开的，旋转大腿的根部往后一点，但是尾骨不要向上翘，尾骨应当向下走，大腿往后，尾骨向下，将你的骨盆很稳地放在脚踝骨的正上方，肩膀在骨盆的正上方，放松手臂。在下一个吸气时，手臂往上起，抬起头，呼气，手臂向下，整个头顶往上拎，吸气，手臂往上，呼气，手臂往下，吸气，手臂往上，带起你的中段脊椎向上提拉，呼气，弯曲膝盖向下折叠，双手还是扣住你的脚踝，如果觉得很难平衡，你的双手可以放到地上往下折叠。下一个吸气，手指点地，需要的话膝盖再弯得多一点，将胸口向前提，这里要注意的，你的坐骨指向必须朝后而不是朝下，腰椎处必须平整，胸腔往前走，肋骨不能下沉，肋骨往里收，肩膀向后撤，夹住自己的胫骨往中间陷，帮助你找回力量，停留在这里两个呼吸，伸展脊椎再多一点。然后将你的双手平整地放在地上，五个手指要完全地张开，向后撤，去到平板。检查一下你的肩膀要在腕关节的正上方，双脚跟胯是同宽的，这边要注意身体不要成一个弧形，尽可能端平，抬起你的下巴，胸腔往前，脚趾用力地蹬，抬起下巴多一点，收紧腹部往里，控住三个呼吸，加强你自己的核心。三、二、一，慢慢的膝盖放下来，将你的胸腔往前挪。检查一下自己的腕关节在手肘的正上方，然后绷脚，双脚用力的往下压，吸气时抬起上身一半。呼气往下，脚尖勾，手推，撤回去，臀部去向脚跟，然后起下犬式，膝盖保持弯曲，坐骨还是往天上走，手要用力的推，将你的臀部往上推足，背不能成一个弧形，所以坐骨向上，背是直的，停留三个呼吸。在你呼吸的过程中，胸口的正中往头的方向挪更多一点，想象你在拉开每一节脊椎骨的空间。然后下一个吸气时，抬起头向前走，臀部留在上方，臀部留在上方往前走，脚尖并拢，呼气，手可以着地或者抱住脚踝，慢慢往里拉。下一个吸气，抬起胸口先，不要拱背，全部起，掌心合十，呼气 Samasthiti， 继续吸气，手臂往上，呼气时手臂向下，手着地或者脚踝都可以，慢慢拉近，手指着地，将你的背伸直，需要的话可以弯曲膝盖，拉长脊椎多一点，然后这一次将你的左脚向后大步往后撤，膝盖着地，双手放到你的胯上，然后提起上身，臀部和胯往前推，后方的脚尖要勾紧，很重要的，后方的脚趾要压下去，后方的膝盖要压下去，想象两条大腿往中间收拢，手到腰往前推，你的坐骨尾骨往下指，提起自己的核心处，手臂举起来，手臂靠耳伸直，
慢慢地向后仰，胸腔的正上方往天上多一点，这里很重要，不要向下塌陷，尾骨向下，腰椎往上，往后仰，呼气回来，双手着地，手指着地，将臀部跟膝盖向上走，确保前方的内脚掌压稳，大腿的肌肉收紧往上。如果你的后侧韧带很硬，将膝盖稍稍弯一点点，挺胸前屈，大腿的肌肉一直要激活往上提拉，而不是松散。如果够柔软，请将你的膝盖放平放直，再向下，吸气伸起来，左脚往前跨并步，再吸气呼气往下弯曲，手指着地，吸气抬起身体，我们做另一侧，右脚大步往后跨，膝盖落，你的双手回到腰上，坐骨尾骨往下，后面脚跟膝盖往下蹬，收紧自己的大腿往中间线，往下坐，带起手臂，腰椎处不要挤压，往上提拉，然后后仰，确保后膝盖是非常有力的去支撑，胸腔向上提的多一点，吸气慢慢回来，手落地，臀部跟膝盖向上提，需要的话弯曲你的前方膝盖，不然就完全伸直，拉直背，前屈，三个呼吸。吸气抬起头，后方右脚向前并，拉直背，呼气，手抱脚踝或者着地，吸气全部起，掌合十 Samasthiti。好，现在将你的左脚向后大跨一步，然后两个脚尖朝着正前方，先请检查一下双脚尖朝正前方，脚是互相平行的，举起你的双手，观察一下你的手腕跟脚踝是不是在一条直线上，如果没有的话请把步子拉大，这边很重要，你的脚掌重心不要向外走，脚掌的重心要中正，内侧的脚球跟内侧的脚弓脚跟全都要踩下去，提拉膝关节跟大腿的肌肉向上走，打开手，不要耸肩，肩膀往下，吸气这里脚掌踩稳，呼气慢慢的向下弯曲，如果后侧韧带很紧，膝盖可以弯一点点，内旋自己的大腿，将后方的坐骨往上提，手到胫骨头下，可以停在这边，或者柔软的膝盖伸直，手在下，将头放到地上，千万不要耸肩，肩膀往天空的方向伸起来，脚的内侧外侧全都要踩稳，大腿的肌肉感觉往上伸，内旋腿，坐骨向上伸，三个呼吸。下一个吸气时手落地推起来，你的左手往前放在脸的下方，确保胯端平，双腿激活，右手向天上举，尽可能打开你的胸口多一点点，眼睛看着地上，右边的肩膀往上多一点，腹部往右旋转，然后我们换手，右手落，胯端平，左肩，左手起，下方的手一定要推的，推多一点，力量比较大，肚脐向左拧，好，慢慢的松，现在将你的双手往后交错，十指并拢，手臂伸直，
肩膀往天上旋，然后折叠，需要的话弯曲膝盖，手往下，三个呼吸。下一个吸气，慢慢升起来，脚推全部起，呼气，双手打开。现在将你的右脚往外，确保脚尖朝着正前方，慢慢的蹲。吸气伸起来，手臂打平，呼气向下蹲。吸气伸起来，流动起来，呼气向下。吸气气，呼气向下。好，停住，膝关节在你脚踝的正上方，大腿端平，左手往后拉，右手往前伸，腹部一定要收起来，大腿的方向朝上朝后，然后将你的左手往后放，仰身抬起来，我们做一个流动，吸气，手肘落到膝盖，左手往前，呼气向后，吸气落到膝盖，左手往前，呼气，三次，一，呼吸拉长，二，拉长你的左手臂，确保蹲着不要站起来，加强你的腿部力量，第三个，好，吸气回来，勇士二，站立，伸直腿，右大腿朝正前方，左大腿稍稍内旋的，胯的位置不要去动，拉长你的上身往前，再往前，胯不要动，再往前，再往前，手可以落在你的胫骨上，大腿右侧朝正前方转，肚脐反方向向天空转，大腿肌肉一定要收紧，不然你的胯的位置会变。举起左手，下方的手要推，把身体推高，往上拉，外旋右大腿，肚脐向上，肩膀往后，脖子拉长，后方的左脚跟用力的下压，伸展更多一点，四面八方的伸展。吸气，头回去，然后站起来，换另一侧，转开你的左脚尖，扣拢自己的右脚，慢慢向下坐。吸气伸起来，呼气向下坐，尽量往下蹲到底。吸气伸起来，呼气向下坐，停住，外旋腿，右手到膝盖，左手向上拉长，流动性的五个。吸气肘到膝，右手往前，呼气向后，吸气拉长右手臂多一点，呼气，吸气，最后三次，呼气，腹部收，后方腿有力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好，吸气回到勇士二，站稳，然后站立，双膝全部伸直，左大腿外旋，右大腿内旋，胯的位置不要动，拉长往前，不要将你的左胯往后推，控在原位，上身拉长，然后你的手下，肚脐旋转往上，推下手，手臂往上提，肚脐拧转多一点，双脚掌有力，吸气回头站立，脚尖转正，跳并步。好，接下来身体侧转，你的右脚先向后跨，检查一下自己的步子，不要变得很短，然后你的下半身拉伸就会很少，拉长你的步子，左脚在左，右脚在右，后方的脚尖是45度向外，千万不要往里太多，这样可以更加好的平衡体式。双手回到胯上，
将臀部跟胯转正，脚掌的内侧跟外侧全都踩稳，肌肉膝关节全部向上提起来。用你的手去检查两个胯是否平行，然后双手向后勾住自己的手肘。勾住手肘的时候，将肩胛骨向下沉，吸气收腹，端平胯，慢慢的向下。如果后侧韧带很紧，你就停在这边不要动了。如果特别柔软，继续向下，确保不要拱背，胸腔继续往前伸，肚脐往前伸，腹部收拢，肩膀要撤回去。三个呼吸，前方的脚掌蹬，然后伸起来，手不用松，换腿，左脚往后，步子挺长的，右脚在右，左脚在左，后方脚尖45度向后，向前，转正你的胯，膝关节伸直，大腿肌肉往上，吸气这里，呼气往下，不要耸肩，将颈部的后侧拉长，你可以停留或者往下走。脚掌的内外侧全都要踩稳，这样腿的内侧跟外侧的拉力韧带才会一致。下一个吸气，前腿蹬伸起来，并步往前，右脚继续往后撤，手松开，现在将你的右膝盖往下放，然后你检查一下双腿成一个90度，掌心合十到胸口，大腿的肌肉往上提拉，趋向你自己的骨盆，上半身前倾45度，你的坐骨往上往后多一点，但是不要将膝盖向后走，膝盖还是在脚踝的正上方，坐骨向后向上，中间的尾骨往下扣，扣尾骨的时候会提拉自己的小腹往上，上身45度，你的右手肘关节到膝盖的外侧，这个时候上半身不要往下沉，推起来离开大腿，手肘推拧转，你的胯不要动，只是上身拧转，再拧转，深呼吸，在呼气的时候拧转的幅度更大一点。吸气，慢慢回头，双手着地，后方脚蹬，并步，吸气，全部伸起来，放手，我们做另一侧，右脚往前，左膝盖向下，双腿成一个90度，掌心合十到胸口，坐骨的位置往后往上，上半身前倾，中间的尾骨往下，收起自己的小腹，掌合十的，左手肘膝盖外侧，收核心，双腿大腿的肌肉往骨盆中收拢，然后我们拧转，拧转，呼气的时候幅度加大，想着你的胸椎也在拧转，脖子也在拧转，向上看，右边的臀部往后伸，吸气回头，双手放到地上，掌心落地，五个手指全都张开，步子往后撤，去到平板，臀部端平，胸口打开向前，然后膝盖下，胸口往前，肘关节弯曲，绷脚，脚背压地重一点，手推，抬起上身，手肘向内合拢，胸腔向上走，抬起下巴，控住，前侧腹部核心收，好，慢慢落，脚尖勾，
臀部往脚跟的方向做到底，手掌推，臀部向后走，颈部跟头顶向前伸，放松自己的腰背，手用力，现在将臀部向上提起来，去到下犬式，膝盖可以弯一点，脚跟抬高，帮助你的坐骨向上升，千万不要塌腰，肋骨内收，背伸长。下一个吸气时向前走，臀部向上的，轻轻的往前走，直到髌骨，脚尖的内侧合拢，手放地上或者抱住脚踝慢慢折叠，我们在这边停留，后方的背拉长，前方的核心缩短往内收拢，你的大腿往内旋转，肩膀朝天空的方向升起来，确保大脚趾下压非常稳定，吸气抬头，呼气双手回到腰上，收紧腹部，吸气慢慢升起来。好，现在将你的双脚打开和胯同宽，尺骨前方的小腹下方是尺骨，尾骨中间的尾巴往下，所以尺骨是往前，尾巴是往下。这边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，尺骨往前时，尾巴往下时，你的大腿整根骨骼从外侧到这边会向前推，不要向前推，尺骨尾骨下向前，将你的大腿骨收回来，在你收大腿骨的时候，胸腔自然会往上走，你会加长拉开自己腰椎处的空间，所以在尺骨往前推的时候很容易含胸的，胸口保持挺立，尺骨向前，大腿骨向后，内旋腿，双手闭起，前侧腹部核心收进去，拉长上身多一点，慢慢向后仰，抬起头，手指往后伸，内旋腿，尺骨继续向前，再向后仰，你的肋骨群向后仰，胸口正中向上提拉，吸气回来，手放松，再来一次，手举，尺骨向前，大腿骨回拉中正，内旋大腿，抬起头，拉长上身，向后弯曲，肋骨再向后，吸气回，呼气全部下，三个手指构住大脚趾，大脚趾要踩在你的手指上，膝盖可以弯，但是要内旋腿，坐骨往上伸，背拉长，再拉长，收紧核心，肘关节打开，向下弯曲，低头。在这边，如果你的后侧韧带够松，伸直膝盖，头再向里扣，三个呼吸，确保你的大脚趾跟手指有一股压力，腕关节往上提拉，肩膀往上提拉，中间的脊椎要继续向下，好，吸气慢慢抬起头，手着地蹲，两个脚并拢，大脚趾的内侧并拢，
然后看自己的膝盖要朝前走，夹住大腿的内侧，手起，掌心合十，上身提起来，再提起来，膝关节再往前，上身再提起来，膝关节再往前，控住，五个呼吸。臀部非常稳地坐在自己的脚跟上，腹部往上升，头顶往上升。好，有控制力的脚跟落地，臀部落地，然后你坐下，脚往前伸直。现在我们要用到一个砖，将你的砖块放在膝盖的内侧，竖着放，竖着放，这样子。然后看你的脚掌与胯平行，并且将双脚拉向臀部近一点，或者臀部向前坐近一点，自己的胫骨90度与地面，然后你躺下来，夹住这一块砖，想象大腿的内侧往下旋转，手肘关节落地，大腿的内侧往下旋转，逐渐将后背跟腰向上提。在你旋转大腿的时候，夹住砖，内脚掌往下压，腰这边有一个曲线，所以整个尾骨往地上扣，胸口抬起来，手臂用力向下，脚掌有力，下一个吸气，臀部起，保持这个弧度，臀部继续往上，往上，往上，内旋腿，内脚掌压稳，再向上蹬，收紧大腿的肌肉，往骨棚的方向多一点，手臂有力，提起自己的胸口。这边你的下巴不要靠向你的胸很近，下巴抬起来，脖子拉长，呼气慢慢下，手放松。再来两次，内旋腿，提起自己的腰弓，手臂有力，收核心，不要向外展，往里收，提起腰背，伸起来，臀部往上，腿再推，脚掌再推，再往上伸，大腿的肌肉收向骨棚多一点，并且内旋夹住砖块。这边你的双手扣住，肩膀往里走，手臂有力地推向地面，臀部继续向上。然后手松，慢慢地下，臀部着地，松。好，最后一次，砖块挪掉。你要想象自己膝关节之间有一块砖，所以不要松散。内旋腿，手臂举，推，将你的腰弓往上提，内脚掌下压，吸气升起来，臀部继续向上，大腿肌肉向骨棚的方向，够手，肩膀往里走，手臂推地，掌推地，臀部继续向上，抬起下巴看上方，控住三个呼吸，千万不要打开你的脚尖，脚尖是朝正前方的。手松，臀部慢慢的下，肩胛骨展开，全部放到地上。现在一个手，一个膝盖，脚尖往正前方，绷脚，慢慢的拉紧。膝关节的之间要有空隙，这样你的骨棚和腰椎不会有太大的压力。收一点点下巴，呼气时拉近幅度再大一点。好，左手松，
甭左脚往前，双手勾住，去到你的右脚胫骨处，然后轻轻地拉近。吸气，右膝抬起来一些，用你的左手压这个膝盖往侧面。如果到这里已经是你的极限，就不要再动了。右手臂朝后，肩膀后侧打开。如果够柔软，请将你的膝盖往下放到底，然后再打开右手。把每一个吸气跟呼气进入到你的脊椎，整片的脊椎，柔和，身体的肌肉、皮肤都变得柔和。吸气回到中间，换腿，右腿直，左膝起，双手勾住胫骨，绷你的右脚，然后拉紧。吸气，膝盖起，右手膝盖往侧面推。如果这里已经是你的极限，就停留，左手向后打开。如果还没有，继续向下压。呼吸进入到整片的脊椎、背、腹全都变得柔和。吸气回到中间，抱住双膝，然后你摇起来，坐，然后转正，朝向我。这边后侧韧带比较紧的，请将膝盖弯曲，但是脚趾大脚球的内侧要并拢。如果够松的，脚跟向前走，将臀部的肌肉向后放。这里很重要，你的两个脚跟要向下压，大腿根部内旋以后也是向下压。如果膝盖是弯曲的，内旋腿压脚跟就可以。吸气，手臂举起来，拉长你的上身两侧，呼气去勾住双脚。在这边不要将你的肘关节关拢往下，打开自己的手肘高一点点，将你的腋窝处打开，上身的肋骨群打开，但是肩膀要撤回去，中间的脊椎向前伸，慢慢的折叠，脚跟有意的向下，大腿的根部内旋向下，停留在这里五个呼吸。肘关节保持起，腋窝向前送，肩膀回撤，要去想象你内在的空间，整片整圈的肋骨群放大往前。可以的话，头继续下去碰到胫骨，下一个吸气升起来，呼气双手松。现在你的右脚弯曲向后，然后看一下双大腿要大于90度，所以大腿向后，右脚的脚尖绷指向你的大腿内侧，臀部的肌肉还是向后，前方的脚尖一定要勾紧，双大腿要非常沉稳地往下放，往下放，然后找到自己骨盆中正的感觉，不要有偏移，中正。左手放在左侧，吸气，右手带起来，将你的右边上身拉长，然后送右手到膝盖的外侧，前方脚尖一定要勾，骨盆中正，将右侧的
往后坐，收起腹部，挺胸。如果这边已经到你的极限，就不要动了，不然手臂弯曲，将上身往下，不要拱背，直线往下，大腿的肌肉要激活，继续向下推，控住五个呼吸，收紧腹部，整圈肋骨群打开往前，向左膝盖的方向去旋转。吸气，慢慢起，呼气松开，后方的膝盖举起来，将脚掌踩在左膝盖的外侧，不是大腿的外侧，左膝盖的外侧，臀部端正，你的左手抱住膝盖，右手拉腹部跟肚脐向外向上走，右手再放地上。这边很重要，一定要将你的右侧臀部坐骨往下坐，提拉上身高一点，抱膝盖近一点，去向左侧的腋窝，再拧转。吸气时想着脊椎拉长，呼气时想着拧转。吸气时脊椎拉长，呼气时拧转。吸气时拉长，呼气拧转。吸气回到中间，回头，呼气松，欢腿，右腿直，左腿弯曲，大腿是大于90度的，左脚尖绷，去向大腿的内侧，臀部的肌肉向后，前方脚尖勾起来，骨盆要中正，大腿肌肉往下压，往下压，右手侧面，左手起，拉长你的左侧上身多一点。吸气，呼气，旋转上身，手到膝关节的外侧，千万不要将你的上身变得很短，前侧要拉长，所以你的双手可以帮忙上身拉长，核心往上，后方的大腿跟骨盆向后坐，再拧转，慢慢往下，不然你就停留。柔软的，请将手臂弯曲，继续向下，整圈的肋骨群全都放大往前，大腿的肌肉激活向下压，前方的脚尖勾紧，吸气回来，呼气松，左脚踩在膝关节的外侧，中正自己的坐骨，右手抱住膝盖，左手往后，将腹部往后拉，前方脚尖保持勾紧，吸气往上拉，呼气拧转，吸气往上拉，脊椎拉长，呼气拧转，吸气往上拉，呼气拧转。吸气回头，呼气放松。现在你的脚掌互相相对，并且用手把脚跟拉向臀部多一点点，脚尖可以处在一个激活的状态，勾紧前方的三个手指，抓住你的大脚趾，臀部的肌肉感觉往后坐，用你的两个手肘压住膝关节，慢慢的往下压。这边请不要拱背，头下巴往前伸，胸口往前伸，然后慢慢下沉，在呼的时候下去多一点，手肘压大腿，压膝盖，往外送，往下送，折叠处是胯，再向前走，下巴再往下，停住五个呼吸，身体不要过度的紧张，大腿的内侧放松，
坐骨和骨盆稳稳的向下压，腰椎处松软，打开多一点空间。你的肩膀往后扯，好，吸气抬起来，关注自己的膝盖，再躺回到地上，滚下去，双膝起，手推脚起，手扶在自己的腰背上，弯曲你的膝盖往头的方向靠近，控在这个位置不要动。如果这边已经到你的极限了就停留，不然你的双脚可以落地往下，手再推，膝盖再下，将膝盖落在头的两侧，五个呼吸，颈部的后侧拉长，肩膀放松，试试看膝盖再往下沉多一点，现在双膝伸直，脚尖触地，很慢很慢地滚下来，中背部、腰椎、骨盆，然后你下，双脚并拢，绷脚朝前，还是内旋腿，手肘压到地上，可以握住你的大腿两侧，推起上身，将头往里送，手肘再推，头再往里，内旋腿，大腿的中间内侧向下压，手臂举起来，将肩膀撤回到胯的方向，然后控在这个位置不要动，胸口跟肋骨群往天上走，现在手肘撑，请抬起头，收下巴，然后你躺平，抱住膝盖，一个手一个膝盖慢慢的拉筋，然后两个膝盖往左边落地，叠在一起，右手向后打开，放松自己的腰椎处，现在全身的皮肤跟肌肉变得柔软，换另一侧，两个膝盖倒到右边，左手臂向后打开，然后回到中间，摇到左侧或者右侧，手撑，伸起来，盘腿坐，上身坐正，你的手往后勾住自己的手肘，提起胸腔，慢慢的头往下，如果这边是你的极限就停留，不然继续向下多一点，直到前额落地，吸气慢慢升起，上身归正，双手放到膝盖上，提起胸口，眼睛朝下看，定点，在我们眼睛往下看的时候，头的后侧神经可以放松，深呼吸，
你身体的皮肤变得柔软，脊椎骨骼伸向大地的方向。掌心合十到胸口。Namaste。